看看对上海队今天防守策略接下来是否有一些调整。国家队四号莱尔犯规，福德森又被吹一个犯规，这样送罗汉琛上罚球线。罗汉琛罚球两次。此球我们看博洛西斯和胡德人在场上，他刚才给胡金就后脑勺一下打的，就是有点狠，感觉是胡金就帮脑后一锤，回头一看自己人。